第二大节下课可以多玩十分钟。没有事，打完篮球后可以吹冷气。不用做家事。快快乐乐的运动。有很多的北极熊。没有事，天天吃猪排。吃营养午餐不会流汗。美好就是在书写横平下面书。美好就是老师说可以开冷气。美好就是听到孩子们铃铛般的笑声。美好是让天上的孩子也有舒适的上课环境。美好是守护小孩学习环境，要不断的节能减碳。美好是推动永续环保，教育孩子传递下去。美好是为了孩子把台湾变得更好。美好是要努力把空调做到最省电，走入他们。同时，我们响应班班有冷气政策，同位中唯一成果22县市省力品牌，维系13年获得读者文摘信誉品牌。2021年第三组。都是